南投县位居台湾本岛中央，是台湾唯一没有临海的县，却以台湾最高峰玉山为基准点，用41座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，绵延出山峦起伏的绿海景观。而台湾最长的河流浊水溪蜿蜒而过，最美丽的湖泊日月潭点缀其中，交织出令人赞叹的山水奇景。南投县一年四季风光明媚，春天来临，百花盛开，到处充满生机。炎热的夏天带来充沛雨水，高山飞瀑，雄伟壮观。秋风起，山林变色，枫红满山，令人陶醉。到了冬天，高山地区迎着东北季风，飘下皑皑白雪，赏雪游客络绎不绝。日月潭山水相连，景色如画，一景一物皆浑然天成，被称为台湾仙境。日月潭的美丽少不了历史文化的衬托，每年农历八月的丰年祭是少族的重要庆典活动，而九族文化村的樱花祭活动更是让人回味无穷。澳万大是台湾最佳的赏枫地点，每到深秋，枫红片片，景色迷人。清静农场的青青草原有如绿色地毯铺满大地，成群的绵羊低头吃草，悠游自在。合欢山的冬天雪片纷飞，覆盖山头，极富北国风情。中兴新村的林荫大道串联无数公园绿地，宛如一座大花园。中兴新村有最自然的英国花园城市风格。经省之后，南投县政府结合台湾省政府规划成为艺术文化村，引进艺术家驻村创作，并号召国际及国内雅号艺术文化人士到中兴新村居住，打造成为一座耀眼国际的艺术文化城。来到集集镇，在绿色隧道踩着脚踏车欣赏小镇风光，或者搭乘小火车到水里车程，都能享受诗情画意的旅程。越过信义乡八通关古道，登上玉山顶峰，远眺山峦起伏，雄伟壮阔，令人心旷神怡。鹿谷溪头山林溪气候宜人，山林景象优美，空气清新，是著名的避暑胜地。喜欢沉浸在山林中的朋友，可以沿着北港溪体验客家活动，品尝客家美食，再到泰雅度假村欣赏原住民泰雅族文化特色。南投县拥有多元族群，信义乡布农族的八部合音，天籁之声传播海内外，打响了国际知名度。南投县拥有丰富的温泉水脉，庐山温泉、东浦温泉、北港溪温泉、埔里温泉水质极佳，而精致多样化的服务让您更能享受泡汤之乐。南投县的土地肥沃，水源充沛，孕育出丰美的物产。南投县13乡镇市各有农产特色，例如信义水里的梅子、仁爱的水蜜桃、埔里的茭白笋及花卉、国姓的鹿茸、鱼池的虎头兰、竹山的竹笋、民间的凤梨、中寮的香蕉与柳丁、南投草屯的荔枝等，品质好，
都是全国最重要产区。南投茶叶举世闻名，年产量占全国一半以上，好山好水孕育出乌龙茶、红茶、金萱等优良茶区，早已享有盛名。由于生长环境良好，加上高超的制茶技术，烘焙出来的茶叶茶香四溢，甘醇生津，因此竹山红冰制茶厂荣获第一届天下名茶大赛总冠军。鹿谷、竹山、民间在农委会举办全国十大经典名茶选拔中入选，因此南投县的茶农可以很自豪地说，没有南投茶叶，台湾农业就少了一份甘醇味。南投茶叶代表的就是下岗的台湾第一味。南投虽然有优质的农特产，但是为使南投农业脱胎换骨，县府团队积极规划辅导研发生物科技产品，例如金线莲的提炼，使农业转型为高生物科技产业。人间处处有爱，是南投县民近几年来最深切的感受。九二一赈灾，国内外社福、宗教、民间团体与政府的力量汇聚南投，使南投蜕变成缤纷美丽的县市。在重建过程中，南投人怀着感恩的心凝聚共识，以坚强的毅力与无私的付出，一步一脚印地创造出许多社区传奇。例如南投市芳美社区荣获内政部社区评鉴卓越奖，而在行政院农委会举办的全国十大经典农渔村选拔活动，入围的20个社区中，南投县就占了4个，包括北中寮七村、鹿谷乡小半天社区、水里乡上安村、鱼池乡涩水社区等。其中鱼池乡涩水社区更是荣获十大经典农渔村的殊荣，也为本县的观光及地方产业带来更蓬勃的发展。而南投县社区营造更连续3年得到全国优等，各县市均前来观摩学习，成为全国社区营造的新典范。九二一赈灾，南投县有136所校园重建，在重建过程中，以营建团队的智慧结合最前进的教育理念，激荡出全国最美丽的校园，也掀起一股新校园运动风潮。铁灰色系列的斜屋顶校园表现出南投县宁静、祥和、朴实的景观特色。无论是原住民特色、木造建筑、欧式城堡、东方式传统建筑等，就如百花怒放般成为各界目光的焦点，吸引全国人士参观，人潮不断。李县长希望把这些美丽的校园与社区相结合，发挥每一个学校的特色，不论是田野教学、生态教育学习，或是原住民文化的传承等，营造成健康、活泼、有朝气的校园环境，也是社区的文教中心。要发展南投观光，交通是首要之急。第二条高速公路南北畅通无阻，如今更可以透过东西向快速道路和台湾高铁相结合，提供最便捷的观光道路。另外，从雾峰到埔里的国道6号高速公路已经在民国98年3月21号完工通车，南投县的观光产业和农特产品的运输与发展迈向新的里程碑。台湾的地理中心南投即将展翅高飞，为发展成观光大县，李县长积极推动在合欢山设置观光缆车，从高空观赏壮丽山景，让合欢山因此跃升为国际级观光胜地。
水里至日月潭的空中缆车正在规划，而九族文化村至日月潭的空中缆车系统也开始营运，构成了一系列观光路线，让日月潭的风光更加吸引人。淳朴热情的南投县民结合南投特产调理出来的美食闻名全国，信义出产的梅子制作出生津止渴的酸梅汤，中寮当地有机素材烹饪的养生餐深具乡土风味，还有南投意面、糖阿鼻糕、霸丸、白雪酥饼、绍兴猪脚、茭白笋餐等等，都令人垂涎三尺。南投好山好水好人情，物产丰富，美景天成，加上多元族群的人文特色，发展观光及农产行销是推动县政的主轴。李朝清县长上任后集思走出属于南投独具的行销创意，而他也体认到创意要根植于我们的土地上，从在地的特色创造与众不同的政策方针，让观光客来到南投有着最深的感动与记忆，也让南投的观光在世界发光发热，以达到国际观光大县的理想与目标。